There's a paper made of power with eyes that can see it all. Cameras to capture your image at City Hall. Realize they listen whenever you make a call. If you want a revolution, I'll really give it to you. Hello， 我江江，又到了我们的开箱时间啊！这一次呢，会是什么东西呢？哒啦，这个应该是耳机吧？这个是那个原刚的电竞耳机， 7.1 声道的，哇，红色的啊 ！OK， 因为我这次买这个551，它有送这个耳机啊，不然其实我喜欢黑色。那既然送的话，就拿来开箱好了。旁边还有蓝色、黑色、红色这样。后面是他的介绍，然后他这个麦克风呢，他有这个麦克风还有灯哦。看一下这什么，我的551终于出来了，它可以直播 4K 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它支援 USB 3.1 的那个传输界面哦。我先说啊，这不是工商，我只是单纯想要提升我的直播的效率啊。好，我先开箱一下这个耳机啊，等下这怎么开啊？真好黏啊。哦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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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， 哎。我太急了，旁边没有开啊，蹲得我脚好痛，哎呀，我脚快断了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快好了，快好了，哇，看到没有，耳机，这个包装还不错啊，这样子完全不会晃动，有没有？等一下 ，OK， 好了好了。我真的需要去买个小椅子哦，我脚真的快断了。OK， 我看一下哦，这里是哦，它是直接这样子砍入在这个炮壳里面的，然后你看好紧哦，哇哦，它是绑起来的啊，等一下啊 ，OK， 蛮仔细的啊，哇哦，皮套哎。它的耳机是皮的，算是应该不是真皮，它合成皮吧。然后这个旁边是可以按的，它有个按键。然后这个它可以调整音量大小，然后旁边好像有这个灯哦，开关键啊，就是类似那个耳麦的开关键。你看这个，对焦对不清楚啊。啊，对对对，左边那个是开，那个是灯。然后右边是喇叭的那个麦克风的耳机啊，然后在过去那边那个转的地方就是那个声音大小，然后它还有附这个可以换的这个耳套啊，啊打开长这样子啊，里面是哦它是类似像布的，然后里面还有这个简单的使用说明跟介绍，稍微看一下啊，有英文的、中文的。还有一些其他什么教你怎么使用啊，哦韩语也有，好啦，终于要开我的551啦，哇，这一次买这个551真的是刚好看到那个新出来的，然后想说给他买一下，刚因为他有特价，然后又送耳机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支持一下，他支援这个一样108060P 的。然后支援 USB 3.1， 然后 4K 60， 然后超低延迟啊 ！OK， 准备拉出来，哇，这大大的原刚 logo， 哇哦，这个和雾面的，做的还蛮有质感的。开箱咯，开，你看卡住了，开，给我开，我好急哦 ，OK。哇哦！进来就是它的这个，它有贴这个防刮的这个东西啊。哇，超棒的啊！哇，可以看一下背面。哇，它好多认证哦。OK， 我们后面这个是 USB 3.1 的插孔啊，然后左右两边那个是一个插电脑萤幕，一个插那个游戏主机的，然后上面这个盖子可以换你的喜欢的图案。还蛮个性化的，我看一下这盒子里面是什么好了。这个盒子直接打开是这样子，从面拉出来，从这边哦，从这边拉出来。OK， 下面是这个 3.1 的线哦。OK， 然后它有附一条这个 HDMI 线，这个 HDMI 线在外面卖500块啊。
哇，威力导演的序号啊，是不是？使用说明书啊，这个是那个保护卡的部分，一年保护卡是吧？英文的，哦，让他们知道他们怎么做是吗 ？OK， 然后这个中华民国哦，这是内地的，然后还有这个使用说明书啊，我们看一下。OK， 他有大概教你怎么安装啊，其实还蛮简单的。嗯，然后英文版的、中文版的 ，OK， 教你上盖怎么拿出来，然后他还可以列印自己喜欢的图案啊，然后各国语言怎么安装这样子嘛。OK， 那我们这次呢，刚好他这个活动呢是要登录官网啊，就是如果你有买他的这个接续盒，然后登录他的发票跟序号啊，就可以抽奖。我觉得会买的人应该不多啦齁，所以我就不想要公开出来了，就先试试看这样子会不会减少一下竞争者。结果呢，欸，中奖啦，欸，不可思议啊，终于中奖了。啊，我们下次再开我那个抽到大奖的画面好，因为要等一个月啊。那喜欢这个影片记得帮我按个赞好不好，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